台北火车站大厅被人潮挤得满满满，为的不是别的，就是要帮我国男双好手李阳、王麒麟加油打气。还有人自制手板到场，真的超有心。金门体育场也被上千人挤爆，几乎人手一支国旗，要帮金门之光李阳全力澳援。林洋配四号晚间战中国争冠亚，全台热血沸腾，镜头转到南部，一大群人挤在高雄卫武营演艺厅，为了就是要帮林洋配加油打气，有人摆了红桌准备金牌啤酒跟汽水，就是为了见证他们夺牌的光荣时刻。他明天不用上班吗？要。请问一下，为了林洋。就算明天礼拜一要上班，也阻止不了大家熬夜看奥运的热情。东森新闻叶明松、曾建豪、曾建雄，台北、高雄、金门采访报道。